没看见过大房子吗？我们家盖的大房子关你们什么事儿？赶紧走，都回去吧，我们家盖大房子呢。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走，都回去吧。听见没有啊？没看见过盖大房子吗？来接着啊。像这是谁家的房子盖得这么气派？我们家的，别人盖得起吗？这部落都让大水给冲走了，你们家为什么能盖那么好的房子呢？是华夏的滚大人派三个大人来盖的，孝敬我们的，关你什么事儿？那这些马也是滚大人送的？这个放这儿吧。是啊。好好好，再帮我拿一个。还有这个像你看看对面大家都住得破破烂烂的，你家为什么不把盖好房子用的东西拿来帮助大家呢？我就说你们在归瑞的房子都快赶上龙山的大首领了，还有脸来说我们？你这孩子，我没有说破了吧？赶紧滚吧，别让我爹娘看见你生气。赶紧走，快走，赶紧走，滚滚滚，快滚，回家去。那又怎么样？谁看见我家在盖新的大房子吗？也不管，快走，快走吧。我们家盖新的大房子，你们没看过吗？义父，哎，来，拿个饭团子。哎，好好好，来。哎，夫君回来了，回来了，顺哥哥。哎，来，顺哥哥，吃个饭团子。啊，我先不吃了。东部石和秦不空专门从龙山过来找我，我们一会儿有事商议，所以我要马上回去。我这是特意赶回来和你们说一声。哦，夫君，再大的事儿也得吃了饭再去办呢。啊，我不吃了。来，吃一点吧。哎，你不吃，我们谁也不能吃，这是规矩。哎呦，干爹。这有些规矩啊是可以改的。哼，那好，我吃我吃，一起吃吧。哎，快吃吧。顺哥哥，我今日去采药，去了有余氏部落一趟。快跟我说说部落现在怎么样啊？大水冲了房屋，大家都过得挺艰难的。哦，还有，滚派人给咱爹盖了所漂亮房子，还送了好多东西。滚？嗯。他为什么给我爹盖房子还送东西啊？是啊，这滚和爹也没什么关系啊，干嘛赶着去孝敬他呀？夫君，咱们欠了礼数，让人家给钻了空子。啊，娥皇说的对，不管。古索和季豪他们怎么样也是你爹娘，回头你们几个抽空回去看看啊。干爹，其实我一直想着这事情来着，可是眼下这水患和三苗战士一起来啊，我实在是顾不上。这两天我安排安排和他们一起回去看看。好。姑嫂，姑嫂，哎呀，来来来，盖好了，盖好了，你看不清楚啊，我说给你听啊。嗯，好好好。这个院子可大了，比咱家以前的院子大十倍都不止啊。哎，姑嫂，姑嫂，我现在呀站着这个地方啊，是咱家大大的正草房。哦，比咱家以前的房子大十户还不止呢。还有这边，我现在站的这边啊，后面也是好几间草房。啊，用的物品啊，都是上好的材料。哦，对对对，姑嫂姑嫂，来来来，我带你看啊。哎哎哎，这儿，你看我现在身后啊，这是两间大大的土坯藏林。哦，这下好了，咱家以前的所有存货。能堆放进去了，咱的新家呀，好大呀！哎呀，哦，来，吴总，我说给他们听啊。哎，哎，大家可看清楚了啊！我们家的房子可是滚大人送给我们的，跟我们家顺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啊，哎呦，是滚大人送的，我说这么气派的。哎呀，哎呀，你看，你看那房子。顺哥哥，你又在想什么呀？啊！顺哥哥，你这脑袋里边除了治水的事情，还能想点别的吗？
马上就快到家了。哎呀，这琢磨一件事，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那可是做大事的人呐！啊，于顺，于顺，哎呀，怎么样啊？大家还好吗？都好，都好。大家快出来呀！哎呀，顺回来了，快出来呀！好，哎，还好吧？顺回来了，顺回来了，怎么样？你们好吗？我们挺好的。哎，啊，怎么样？家人还好吗？挺好的。今天的粮食怎么样？那就好，那就好。各位乡亲，我来看大家了。大水过后，我才来看乡亲们。于顺，对不住大家了。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大家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娘，哎，笑笑，来来来，别哭。娘，于顺领着他两个媳妇回来了。什么？这回可不一样了，他带回来一个车队，比滚大人送的东西还多。真的？你自己看呀，车队都让大家给围得走不动了。嗯，行，快去，把他们给带回来。快去，快去，快去啊！哎呀，顺也回来了啊！听见了吧，我儿子，顺回来了。这顺呐，可是个孝顺孩子啊。那是。我大哥回来送东西，你们起什么哄？都赶紧滚！怎么这么说话？怎么说话啊？说话说话的孩子，夏，你先回家。告诉爹娘，我们一会儿就回去看他们啊！这些东西啊，全是分给我们部落的人的，知道吗？回去吧。哼！这孩子怎么这样？这孩子啊，就是太不像话了。这孩子，真不像。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这次我们的部落遭受了这么大的水灾，大家失去了自己的房屋，还有我们的牛羊，我心里边跟大家一样的痛苦。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向大水低头，一定想办法重建我们的家。是啊，重建我们的家。帝君和众多首领给了我们这些东西，大家先拿回去，应应急。于顺，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只能来世再报了。大家快磕头吧！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吧！起来，大家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吧！快起来，起来啊！谢谢顺，别这么说。起来吧，谢谢，谢谢，不用谢。谢谢顺，谢谢。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弟弟，相，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收起来！这么多东西分给大家。你们拿什么孝敬爹娘？爹说了，让我用棍子把你们都打出去。别过来，相，别过来，别过来。兄弟，这么多人都遭了灾，你大哥怎么能不管大家，只顾孝敬自家呢？大家关我们屁事！于顺是爹的儿子，还是大家的儿子？你还挺能说。那我问你，爹是管着有余氏部落的首领呢，还是只管着你们家的首领？自然是管着部落，这不就对了？大家都饿死了，首领还能当吗？大家都过得不好，首领看着还能高兴吗？就是啊，娘，我说不过他们，你赶紧出来呀！娘，你快出来！怎么了，相？我说不过他们。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会嚼舌根子的女人呢？爹，二娘，二娘，季豪，你可看清楚了，这是华夏帝君唐瑶的两个女儿，今日叫你一声娘，你愧不愧的慌？你说什么呢？你跟谁说话呢你？啊，姑嫂，你看你养个好儿子，带着两个夫人回来气我，你这爹怎么当的呀？顺，你还认识我这个爹呀？啊，爹。怎么能不认爹呢？爹生养了他，如果没有爹平日的教诲，他怎么会把东西都分给大家，让大家来敬重你这个首领呢？对呀，真好。
我说你首领，屋子已经盖好了，就差屋脊上最后一道压房脊的山芳草了。按照你们部落的规矩，应当由你或者是你儿子去山草。你看，想。行，上房，把草扇上。爹，我不去，我没干过，掉下来会摔死。哎，你，我眼睛看不清，你让我上房吗？啊？哎，相，你平日里就知道吃喝呀？上房山草是一家的大事，只有家里主事的男人才能上去，不然会倒一辈子大霉的。现在啊，你爹是部落的首领，这当然只能让接管首领的儿子上去山房草了。行，去吧，啊，这山了房草啊，才晓得怎么主事，将来才能做一个好的部落首领，知道吗？啊，哼，我不去，你去。哎，怎么这么丢人呢？反正你不能是家里主事的人。像家里有爹和二娘主事，大哥呀只会在旁边帮助你们。行，这房子也太高了，大哥就帮你扇草。不过你放心，将来啊这部落首领还是由相来当啊。对，等日头啊到了头顶上，咱们就举行山房草大礼。哎，时辰还未到啊，咱们把于顺呢请回家里吃饭去。哎，走了走了走了。爹，那我先去了啊。哎，走了走了。走吧走吧，回去。气死我了，这个不孝的逆子，他把东西都给了族人，我这个首领的脸面太没地方放了。好了好了啊，不孝敬爹娘，你看还不如滚大人对我好呢。哎呀，好了，你去坐下吧。你慢点儿。相，你这个东西，不争气的蠢货，你给我过来啊！我要是男人呢，我早上房去了。可娘是个女人呢。娘，让大哥上房不是省咱们力气了吗？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上房山草是一家的大事儿啊，只能家里主事的男人上去的，不然会倒一辈子大霉呀。再说了，那苍林里的存货那么多，是马虎不得的。万一你大哥上房是为了给你争当首领，骑在咱们头上一辈子怎么办？我说大哥为什么那么想上房呢？你就知道吃，我揍死你！我揍死你！打！我打不死你！打！我打！别打了！打！别打了！别打了！这不争气的，那蠢货！别打了！不争气的东西！你说不过大嫂，就让我解气，我去跟大哥拼了！你，好，你小子要是敢跟他拼命，就算我没白养活你一场。记好。小孩，你是叫相吗？你怎么知道？我不光知道你叫相，我还知道你要去干嘛。我要干嘛？过来。你想去杀了于顺？谁告诉你的？你哪是他的对手？我教你个办法。什么办法？你看看，用这两个碎石把它点燃。给，记住了。宝石，
顺被活活的烧死吧。要不是于顺诡计多端，我们大酋长早就荡平东夷了。滚大人的职位已经让帝君给撤了，兵权也给夺了，所以现在于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怎么，你没跟滚大人说替我们大酋长做事？还不是时候，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完成滚大人要除掉于顺的心愿，只要于顺一死，事情就还有转机。我看于顺死定了，我也要报我的仇。时辰已到，于顺带下行山房顶大礼。比这再高的房子我都上过，放心吧。啊，夫君，在说什么呀？是这样啊，那行，我知道了。女婴，哎，你看这天啊，说不定快下雨了，去给我拿两个大斗笠来。啊，好。申哥哥，别上去了。放心吧，我没事儿。啊，哎，有事儿喊我们。嗯，回去吧，回去吧。姐姐，走吧。顺，吓死我了！好了，怎么了？他下来了。嗯。
你放心吧，啊，我这不没事吗？没事吧？他倒是下来了，咱这房子没了。哎呀！可是我妹妹，你放心，你看看，大哥没事，是吧？你今天没有看到啊？大哥像一只大鸟一样就飞下来了，再大的火都烧不着大哥，啊？哎，对了，可是我妹妹，你来的时候爹娘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啊？嗯。那你赶快回去吧，要是回去晚了呀，爹娘会骂你的啊。明天呀，再来看大哥好不好？好。哎，好。今天这场火烧得可真是蹊跷，这好好的房子怎么就着起火了呢？到底是谁这么狠毒啊，要加害顺哥哥，真是想活活把他烧死啊。姐姐，你是怎么发现的？我刚一出门看见博强往山上跑，就跟了过去。我看见欢兜和博强在一起，这件事情一定和三苗人有关系，我就马上回来给夫君报信。欢兜真的跟三苗有来往，他们放火烧我倒是小事，要是引起部落的纷争，那可就麻烦了。这个欢兜他又不是华夏的首领，我现在非捆了他去见大首领不可。现在就去捆了他，我和姐姐带他去见父亲。女婴，你要现在就去捆了他。不急不急，女婴，咱们先不要管他，再等等看。他们如果不滋事，咱们还抓不住他的把柄，往后咱们大家多留意就是了。女婴，听义父的。我自己琢磨了一下，这滚大人烟堵治水错在哪里？大家想想，他用了这么多的时间，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为什么这治水却没有成功？所以我在家里也同样制作了一个水系图，结果我才发现，这滚大人的治水磨盘跟实际地形大不一样，是有些不同。你是说滚在地图上做了手脚？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所以我想亲自沿着积水的河道走一趟，可这路程太远了，我走遍东夷的水系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啊，而且还很危险，那些没有加入联盟的北方和西北的部落常常侵入华夏和东夷抢人抢财货呀。不管再远再危险，我都要亲自走一趟，只有我亲自查看，才能真正找到这水患的根源。来，玉顺，来，上来，上。顺哥哥，累坏了吧？姐姐，来喝水。来，义父。好。顺哥哥，这井打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你看看，这泥。泥土都快钻出水来了，太好了，夫君，都盖一上午了，歇会儿吧。不行，你看看这天，这说不定要下雨，这真要下起雨来，就只有停工了。咱们抓紧时间干，把家里事情料理完了，咱们就上路去考察积水去啊。嗯，这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可不轻松啊。那顺哥哥，我赶紧给你们做饭去啊。行，去吧。哎。干爹，来，赶紧的，把我再放回去，咱们继续干。哎，
再歇会儿吧。不歇了，这雨说不定一会儿就下起来了，快来。来来，抓紧了啊，小心啊。于顺，你在这个井壁上又打一个斜洞是干什么用的？干爹，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道理啊。啊，哎呀，娘昏倒了，你们过来看看呀。啊，你说什么？娘昏倒了。啊，娥皇，走，咱们看看去。走。哎，夫君。啊。我跟一波去看二娘。好，快去吧。哎，华夏人都叫你九头狐狸，果然是智慧过人啊。我想算计谁，还从来没有失过手。于顺一死，华夏和东夷就都乱套了，滚大人可以趁乱而起。你可是立了头功啊。那么将来与三苗的关系你打算怎么办？大酋长掌管南方的天下，滚大人掌管北方的天下，这不是很好吗？可我看滚大人也不是个安分的人。我们先不说以后的事情，眼下只要这于顺一死，最要紧的是让滚大人摄政。顺哥哥，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底是谁干的？谁干的？把手拉出来了吗？啊！谁都不许听，给我拉出来！反正我就看见有人往井里埋土。哎呀，那这是怎么了？谁干？天神呐！哎呀，这是为什么呀？你们为什么要对顺这样啊？哎呀，天神哥！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啊？那是什么？这几，忽然间头顶上一黑，我就睡着了，睡着了。后来我眼前突然闪了一道金光，金光！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我看见我娘了。看到你娘了？对，我娘啊，还冲着我微笑说：“顺，你过来，你来呀。”结果。我娘就把我给领出来了。后来呢？后来，我娘还告诉我，告诉你什么？是谁害的我呢？谁呀？谁呀？是谁？是谁？谁呀？是谁？快说！娘，娘怎么了？爹过来，娘昏倒了。都昏倒了。怎么了？快点，你去看。娘，你醒醒了。娘。静好，静好，没事，快把他扶到屋里去。你看看我，娘，我没事。娘，你怎么了呀？夫君，我没事。我跟你们说，其实我挖井的时候，我怕井壁塌了，我还挖了一口副井。我呢，其实是从那口副井里爬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呢？我是想说给那些想害我的人听的，我将来啊，不能让他们再害我了。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信。我大哥连一根头发都没伤着。好，我知道了，你走吧。嗯。天意。天意呀，我们害得了人，可害不了神。于顺，他不是人，是神。行了行了，现在只能先这样了。我们先回去，这些日子在山里吃的苦也够多的了，满身都是虱子。走。你真的把井给填了？千真万确，我带着随从把他们挖出来的所有泥土全都填到井里了。那你亲眼看到于顺还活着？起初是他兄弟象说的，我也不相信。后来我亲自回到部落去查看，那于顺在带着族人挖井呢。他就是只绝地老鼠，
也不可能这么快从地底下钻出来。莫非他亲娘真是天神，把他给领出来了？瞎扯，我才不信那些鬼话呢。那你说说看，他是怎么钻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你们填井的时候还有谁在场？还有几个随从，没有人看见。随从呢？这件事情传出去，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哪敢留活口。要我说，一剑砍下他的脑袋比什么都痛快，我就不信落地的脑袋还能长回去。这事我来安排。我听说于顺不相信我做的水系图，要带着女婴和娥皇沿着吉水走一趟，他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咱们有的是下手的机会。这小子还真厉害，他这一趟要是真走下来，鬼兄在这九年间背地里做的事情可全让他看明白了。他抢了咱们的治水飞差，夺了兵权不算，难道还想置咱们于死地不成？于顺，你这回就别想活着回来。大首领，请。帝君。啊，大首领，辛苦了，让你这么远跑一趟。帝君是长辈，我来唐都那是应当的。帝君找我，想是有要事商量。唐都呢，人多嘴杂，我就请你来这处清静的地方了。帝君请。大首领，舜在有余氏部落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也没有查清楚，我只知道在华夏的官员里面有人勾结三苗，图谋不轨。娥皇看见欢兜和三苗的人在有余氏附近活动。有这事儿？嗯。大首领，我请你来还想和你商量一件更要紧的事。于顺已经下了决心，要领着娥皇和女婴沿着吉水往上走，我看他是不达目的绝不会回头的。于顺就这个脾气我知道的。啊，大首领，上回提到两大联盟结合为一体的事情，我反复琢磨，想在于顺回来之后，咱们召集华夏和东夷所有部落的首领，在泰山举行结盟告天大典。帝君，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在结盟大典上，我们推荐于顺正式摄政，统领两大联盟的事情。帝君，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于顺是东夷人士，又是华夏帝君的女婿，如今在华夏和东夷广有影响，让他做摄政君是再合适不过了。娘，我准备带着两位妻子沿着吉水走一趟，寻求治水之法。有娘在天之灵保佑，儿子一定能够成功。干爹，我们走了，你要保重。义父，我们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啊。放心吧，走吧。公公，你此行可是至关重要，咱们的成败在此一举。你的部落就在西北，于顺他们考察水系一定会从源头看起，肯定要到你们那里。公公兄，这次就看你的了。哼，想当年帝君征服各部族，而西北部族堪称最难征服之地。我们部落的人除了游牧就是靠征战为生，凶悍无比，除掉于顺那几个人简直易如反掌。放心吧，将来华夏和东夷的天下一定是咱们的。那好，公公兄弟辛苦。吼吼吼！公公骁勇善战却有勇无谋，
论心计，可远不如那于顺。滚兄放心吗？你提醒的倒也是啊。过几天啊，你尽力而为，协助他把事儿办了。只要你们俩合在一起，不就有勇有谋了？诺。要是将来我当了东夷和华夏的共主，你是做我的首领，还是三苗的酋长？当然是滚兄的首领，我们才是真正的兄弟。好，有这份心就够了。三苗是我们将来可以利用的势力。这几日啊，你帮我办件事情。好，滚兄尽管吩咐。欢头，你回去把帝君想让于顺摄政的事情闹得整个唐都的人都知道。明白，滚兄高明。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夕阳天高歌，长影在我，燃情将天地涂抹。蜿蜒的阡陌，百家耕作，难辨天下方士，泱泱大国。谁策马饮鹅，四海在我，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所以登峰乱几座，古色奏一曲山河，注定九州谁人能